这常讲的啊，不怀疑，不夹杂，不间断，是名正定之业。这个正定就是念佛三昧，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，我们是修这个啊，顺彼佛愿故，这是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愿望，设法一切诸佛跟阿弥陀佛对我们的愿望是相同的，这是随顺佛愿。这是正的，正中之正，这正中之正。若以礼诵等呢，即名住业也。啊，前面不是讲三业，你看此地也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晓得，三业当中，持名念佛是正中正。这个意业里面的观想，身业里面的礼拜，虽然专想。一正二报庄严，专礼阿弥陀佛，这叫住业啊，以这个为住业啊，是持名，一心持名是正中之正。善导大师这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品上生章里面讲的啊，念佛许许多多方法里面，特别着重在持名念佛啊，可见的持名确确实实。是一切诸佛菩萨所提倡的，除此正住二行以外，自于诸善习名杂行，除了这个正住，这个正住啊是专修的啊，所以前面讲这个住呢，都是在正行里头，是正里面开出来的啊，正中之正，正中之住。那么这个正住之外，其余诸善。这个诸善是讲三福九品，前面我们读到过，三福九品属于善善，这个叫杂行啊，这也是助修。若修前正住二行，心常清净，意念不断，名为无间也。符合《楞严经》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念佛的要领。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这个地方所讲的确确实实啊，因为身与意三业专注西方世界一正二中庄严，这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的修法啊，这叫无间啊，无间就是相继。
若行后杂行，这个后面讲的是杂行，三福、九品等等，即心常间断。三福里面，孝养父母、奉事师长、慈心不杀、修持善业，受持三规、居足众戒、不犯威仪，在后面又讲到深信因果、读诵大乘，确实把念佛断掉了，虽可回向得生，因为这都是净土经上所说的，凡是这一类的都叫做杂行，这个杂行啊也是属于助修，正助双修，总而言之是以念佛为正，是以三业专注一正两种庄严为正，除这个之外，经论上教给我们一切修学方法都是属于杂行，都是属于助行，像无量寿经32品到37品里面所说的都是属于杂行，那么那些杂行重要不重要呢？重要，重要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转不起来呀，要真正转得起来那都不要了。你注意想想看，你这个身与意念念不间断，通通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，你怎么会有过失呢？什么过失都没有了，所以那个戒律就不要了，不是说不要，你的戒律圆满了，还用到这一条一条修吗？正是因为我们会间断，会大妄想，就专不了，就专不了啊，那个助行就重要了，非用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慢慢扶助我们到正行里面去，所以助什么？助我们正修啊，助我们向正而已啊。这三福九品跟无量寿经里面许许多多的教诲，它不是其他经典里面所说的，那其他经典那个杂修的话，那就很难往生，所以这是说，这是用心常间断啊，虽可回向得生呢，众名杂俗之心也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，要清楚。后面总结，故名身心。身心呢，就讲到此地。